等一下，你帮我头发染一下黑色。你要染黑色？你要染黑色，染黑可以啊。因为头顶，因为头顶是黑色，上面是黄的，黄的，所以不好听。好吧。小时候就剪过一次光头，还剪过一次光头吗？嗯。为什么？嗯，为什么？小时候也没剃过太毛，是吗？不剃下来还头发很难长。是一个帽子呀、啊，原来就是这个发，原来就是一个帽子了。给你笔钱。